你这是要乐阳门兵变吗？国言，在，退，十丈。 记住，陛下并不知道双生骨已解。启禀父皇，双生骨之祸已解。你说什么？令父皇与儿臣同命相连之双生骨已解，父皇再也不必。 为了顾及自身，不得不保全宁毅的性命了。宁毅，你自己数数，有多少回忤逆于朕，又有多少回抗旨不遵？ 你以为朕不治罪于你，皆是因为这双生骨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双生骨，父皇今日所为，又为何故？如今骨就在这里，父皇不用顾及自身了，可以当下。 将罪于宁毅，身体发肤，受制于父母，父皇如想取回，宁毅定坦然领受。殿下，殿下，勿要再顶撞陛下了。陛下当真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啊！这，哎，都是这双生骨招惹的麻烦，招惹的事端，如今既已解了，一切。 就从长计议可好？卓远，老奴才，岂有再为他做何事了？陛下，你看看他宁毅身后，有随时效忠于他的天圣大军，有这十丈之内，轻取敌人首级的上将军，没了这双生骨，这不更方便他行事了吗？父皇之意十丈，不能安行。那百丈呢？千丈呢？ 宁毅，你这是在调笑于朕吗？你人在蒲城，既能调动大军，违抗皇命，更何况这尺丈之间了。宁毅调动三军，一人之过。如果父皇觉得尺丈也不能安行，那宁毅就。 一腿到底，恭请陛下收回这御赐的皇子鱼符，及兵部的灵符。 宁毅自贬，成为庶民，自出皇家籍部，永不再回京。你这又是何意？宁毅为了我那尚在人世，经历无数苦难，却不得相见的母亲啊，陛下。 你这是在恨朕吗？你这是在恨你父皇吗？恨到都不愿意做父皇的皇子了吗？不是，我恨的是我自己。我恨我为何生在皇家？我恨我一辈子在追逐权力。我恨我令我母妃被囚多年，我这个儿子。
竟然一无所知。陛下，我求你把母亲还给我。20年了，陛下你也应该恨够了吧？但这20年对于宁毅，我是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的想着我的母亲啊。但时间好长啊，我开始怕了。我怕我闭上眼睛，我醒来的时候，我会模糊了对母亲的记忆。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我怕模糊了母亲的眼神。他看我的眼神，他对我的笑，他对我的哭。父皇，父皇，把母亲还给我，把我的母亲还给我。让我母亲在有生之年，我宁愿能陪着她，哪怕你把我流放到千里之外，我也一定会甘之若饴啊。父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个皇子愿意自贬为庶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如日中天，执掌天生半壁江山，却要解甲归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骗子，一定是骗子！宁时征，难道是天不绝你？苍天，你没长眼睛吗？殿下，天意难测。可是月灵对殿下的心意，日月可见。就让月灵去刺杀宁时珍吧，他死了，咱们的仇就可以报了。不行，就这么杀了他，岂不是太便宜他了？死有什么可怕的？人人都会死，死是世界上最轻松的事情。他死了，就不再受苦了。我呢？我呢？我长孙弘还要活在这地狱中。不。我不能让他死，我要活生生的把他也拉到这无边的阿鼻地狱中。殿下，玉玲知道你不愿意让他死，可是眼下宁毅已决意退出这黄泉之道，玉玲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帮到殿下，才能让宁时珍领会这子嗣相残之苦。你不能。有人能，我大成皇族还有利刃在手，是时候该让他回来了。
终于等到你回来了，儿臣宁齐，承父皇之眷命，自即日起。 必以宗挑之任自律，时时深思托付之重，日日时切，精业之怀。魏王如何看着成明殿？回禀父皇，儿臣看到的是责任，天下之安危，万民之福祉。 皆在这殿中人的一念间。朕此刻看到的却是朕的骨肉血染成名，宁川，宁生。 宁言，还有朕唯一的公主。 朕失去了一个又一个亲生骨肉，父皇，儿臣明白了。但愿你能够当朕明白。
朕将另立一诏，托付于姚英，新君继位后断不可手足相残。若你不能令朕的子嗣安度余生，凭朕之余诏，安骨之臣可行废立之举。儿臣发誓，定当谨记父皇教诲，以手足之情为贵。若有一日儿臣继位称帝，定当善待六王兄与十王弟。他们与儿臣是一生的好兄弟。但愿你有一日能明白，所谓天子，也不过是这宫中的一个囚徒。火凤帮的眼线传来消息，说宁毅和辛子燕正在暗中勾结，殿下你可要以防万一啊。真是一招以退为进的好棋啊，六王兄。解甲归田，与母妃过着平常人的日子，不过是为了迷惑父皇罢了。如今我在明，你在暗，父皇时刻紧盯着我，若我真做了什么，岂不是成了欺负庶民、毫无为王者的容人之量了吗？要不殿下就静观其变，等宁毅一出手，殿下马上反击。那本王岂不是要坐以待毙了？不坐以待毙，那我们主动出击，抓住他的软肋，借此要挟住宁毅。他的软肋，来，本王以为月灵如此精明，有你在身边自有他的道理。告诉本王，你都会做些什么？小的原本就是个打家劫舍的，这不腿也让人打断了，要说会做什么，劫个人质算吗？要挟一些主人家的钱财，小的孙红倒是一把好手。劫个人质，好，就由你来劫个人质。不过咱们这回要的不是钱财。小的愿替殿下分忧。殿下慢走。慢走，殿下。叫宗臣来见我。属下遵令。时辰不早了，卑职先行告退。我们家主子不在，还望你稍后片刻。武英，夫人，夫人来的正是时候。魏王府送了好多礼过来，主子又不在，小奴正在发愁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禀燕妃，魏王殿下为了恭祝燕妃母子团聚，
特意令卑职送了贺礼。魏王的美意，雅乐心领了。只是这东西实在太多了，着实担当不起。这也是王顺仪的心意，顺仪可是一直惦记着燕妃呢。收下吧。是。还请转告顺仪，如今雅乐与义儿团聚，一切安好，不要再挂心了。卑职遵命。且先放着吧，待六郎回来再行处置。我应明白。撒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住手！本王还以为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光天化日要行刺本王。原来是六哥大驾光临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六哥若是不喜欢臣弟送的礼，臣弟赔罪便是了。六哥就是六哥，即便自贬为庶人，也依旧是胆识非凡，如此小事便擅闯王府，本王佩服。如殿下所言，亦如七弟所愿，我宁毅现在只是一介庶人，为何？你为何还要如此苦苦相逼？为何？本王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把我的母妃还给我。那本王就更不明白了。把我的母妃还给我！当真是宁臣杀了父子吗？来意千年所见，师父就此带我还。最后父子可有交代什么？师父临终前还在嘱咐我，王皇的，师父，南一，你别说了。等一下，南一，你先回去休息。寡人有几句话要对侄卫说。你要回天圣了、啊。
父子死的蹊跷。南一亲眼所见，还有什么蹊跷？说不出来吗？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吗？这位的身世你不是不知道，如今帝京突然出现了这位的兄长，而父子又是为了保护他而死，要让这位置身事外，这位做不到。为什么不肯把那句话说出来？为什么不敢把你心里想的那句话说出来？是，我不信，我不信是宁毅杀了夫子，我不信他要杀我兄长，要将所有与大成相关之人都赶尽杀绝。不就是知道他心里有你，不会做伤害你的事儿？你的判断不就是知道他不会杀宗臣，不会杀你的兄长，不会将大成相关的人全都赶尽杀绝，因为他最心爱的人是大成的九公主，这就是你的判断，对吗？所以只为了查明真相，必须亲自前往。你终于找到一个理由要离开寡人去见他了。这位实属万般无奈，可这位还有最亲的家人在天上。何连君，请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带我查明真相，我一定会返回京师与你团聚，相信我。你让寡人相信你，可你何曾相信过寡人，相信过你的丈夫？你为什么不能像天底下别的女人一样，将问题交给她的丈夫，让她的丈夫去查明真相？薛薇本就不是天下别的女子，若京师王只是希望找一个全心全意依赖他的妻子，请恕之为做不到。你是做不到，是你心里根本没有想寡人做你的丈夫？这位心中所想从未隐瞒过秦始皇。是的，你从未隐瞒过本王，只是寡人太傻，以为还可以取代的。这位心中所愿，秦始皇也是明白的很，知情未改。也罢，寡人如你所愿，与你一封休书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。师父已经出事了，我不可以让你再有危险。如果陛下知道你回来，可怎么办？再者说，你兄长也说了，不许你回帝京，他们要把所有和大成相关的人都赶尽杀绝。他是说宁毅是吗？所以我不信，反倒是他
若他真是大成的皇子，我的兄长，那么这位长孙弘绝不会如此简单。帝京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怕是多半倒是与他有关，所以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。还是我去吧。宁毅现如今正盯着那个紫诺市场，如果你为了见兄长贸然前往，我怕对你不利。南毅，不要伤害他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亲人了。殿下，一旦把人还给宁毅，可就失去了制约宁毅的最大筹码。殿下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可叹如今劫持了我母妃，岂不是一样制约着本王？楚魏之争本就是生死之战，殿下若是败了，怕也一样保不住身边人吧？再者说了，有哪个做母亲的不想自己的孩儿能够成就大业？若因此牺牲自身，怕也一样会心甘情愿含笑九泉的。你个卑贱之人，竟敢诅咒我母妃！小人该死，愿殿下恕罪。本王一时心急，你莫要嗔怪啊。小人不敢。本王自是明白此人对宁毅之紧要，不过本王倒是有个法子，明里将此人送还于宁毅，而暗里你设法将此药给他服下。若宁毅胆敢有丝毫歹意，我便可随时了结了他的性命。殿下果然机敏过人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只是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殿下若把雅乐还给宁毅，只用这解药才能牵制于他。如若令他得知是殿下给他母妃下了毒，怕是要闹到陛下面前了。你思虑周全，甚好。那看来眼下不便暴露本王的安排，那日后便由你定时将解药送与宁毅，直至我不再需要他，你看如何？小人定不辱使命。好，那本王要亲眼看着他服下此药。小人遵命，殿下这边请。人呢？人呢？你竟敢戏弄本王！殿下，我怀疑此事必定与宁毅有关。宁毅若得知他母妃囚于此处，早就一把火烧了你这紫诺市场。殿下，你怎知他不是为了挑唆殿下怨恨火凤帮，故意而为之呢？此人非常重要，即刻派人找到他。
若因他害我母妃，有何闪失？我要你火凤帮全部消失。明日巳时，金蛟锁蛟牙，明城换雅乐。这究竟是何人如此的恶毒啊！主子，若能以宁城的性命换回夫人，宁城心甘情愿，万死不辞。夫人是在宁城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劫走的，倘若有个依据，宁城便死在主子面前。此事有蹊跷，应该是个陷阱。别杀比地狱，宁城明日也要去闯一闯。劫持我阿娘，应该要挟的是我，可为何要用你去害呢？送信之人应该跟宗臣之死有关系。对，是我杀的宗臣。难道此事跟血浮屠有关？顾南一不也是血浮屠吗？还有一个人，他也与宗臣有莫大的关系。年轻，主子，即刻启程，去往京师，看一看他有没有异常之处。主子怀疑凤之威？不会吧！主子，小狸猫绝对不会做出什么。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小狸猫了，他现在是京师王后，他娘弟弟皆因我而死，现在又死了一个他视为亲人的宗臣。如果他因此而迁怒于我，做了什么也不无可能。还不快去！是主子。吃饭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不是坏人。不是坏人，却也不是为了救我。你也是想拿我要些伊儿，对吗？是他自己先做了坏事。我听伊儿说起过你，你是凤之威身边的顾南一，是他让你绑我到此处的。他不知道，他若知道会伤心的。为什么呢？他选择离开伊儿了，不是吗？我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让别人伤害你。有很多事我都不知道不明白。师父说我是大成的子民，要效忠于大成。他说知微是大成的公主，所以不可以喜欢天上的楚王。可知微的阿娘、弟弟，还有我师父，都因大成而死。这大成给知微带来的只有痛苦，可这大成究竟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，不过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是上一辈的执念，如今却是让孩子们受尽了苦。
以前我一直很疑惑，为什么他们要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？可是如今，我也变成了这样。我不想囚禁你，更不想杀人。明成救国之位，我不想杀的。可他为什么要杀了我师父？我师父又为什么一定要复国？我不想让这位少卿。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可怜的孩子，都是为了上一辈的执念。实在是太苦了。他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他苦在哪里了？人这一辈子，若生下来便一无所有，也便不觉得苦。可陛下偏偏在他那么小的时候，就让他知道什么是荣华富贵，什么叫和和美美，其乐融融。而这一切，转瞬又都给夺走了。陛下知道他喜欢凤之威，却偏要把凤之威远嫁到金氏，做了别人的妻子。陛下好不容易才把他阿娘送到他面前，可事到如今又生死未卜。那依你的意思，他这辈子的苦都是朕一手造成的，都是朕欠了他的。陛下，无还也便无欠。陛下若问我六郎有何苦，宗正寺八年之苦，复出之后又受到弟兄的排挤，其实陛下心中比谁都清楚六郎有多苦。六郎的苦就是陛下的苦，天底下没有比陛下和六郎更相像的父子了。陛下，放肆！陛下，老奴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放肆。老奴知道罪不可赦，可老奴愿意承担一切惩罚。老奴还要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，那就是：燕妃若万一有什么闪失，苦的不仅仅是六郎，还有陛下你。出来！月灵听见陛下发怒，一时害怕，不知自己当尽不当尽。月灵求陛下恕罪。你们这一个个的，即使如此，朕还能信谁？在这宫里，还有朕可信之人吗？一个说看不上朕的皇位，只要他阿娘好啊，朕给他了，那便从此母慈子孝，解甲归田好了。为何还要以宁齐打起来？一个说只要坐在朕的皇位上，一定会以手足之情善待兄弟，还与朕起了誓。朕还没归田呢，他还没坐上皇位呢，为何又闹得兄弟反目，竟然还扯上朕的两个妃子，还来求朕帮他？你能不能去求求他，让他帮帮朕，告诉朕他
他们究竟想要什么？陛下信我，陛下信。陛下，若只是想知道两位皇子想要什么，倒也不难。说。陛下的妃子失踪，这可是宫中的大事，陛下自不能袖手旁观。可否下旨，令宁毅归朝，共同寻找？如此一来，既可以观察宁毅是否真心归隐，又可以观察出魏王会作何反应。谁？我想知道我师父宗臣为何而死。你想干什么？宗臣，那一是你啊。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能谋划什么呀？我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活着罢了。不过宗臣却是因我而死。他是血府图首领，保护大成皇嗣原本就是他的责任。当他得知我落入宁毅手中，便不顾一切拼死相救。没想到啊，宗臣一生忠义就这么白白的枉死了，真是老天无眼呐。难道不是因为你劫持了宁毅的阿娘，才害死我师父吗？皇子相争，天圣夺嫡，死的却是我大成的忠良。天圣夺嫡，想必你已经都知道了。我火凤帮庇护的就是大成的子民，我们为了活下去，只能听命于魏王。是他劫了雅乐，藏在我火凤帮中。如今雅乐不知所踪，宁毅也罢，宁齐也罢，怕是都不会放过我了。我长孙氏，我和知微，怕要死在宁氏手中了。那你，若我真有不测，你可万万要保护好我的妹妹，侍卫呀！不劳你费心了。殿下，派人跟着他，直到动向即可，不可让他发现。是。站住！南一，真的是你？为何是你？今日我要宁城死，只有他死了，我才要把雅乐夫人交还给楚王啊。
顾南一，本王与你相识也有些时日，我不能相信你会帮宁起来害我，我也不能相信你竟然劫持我的母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站住！为什么？宁城在我眼前杀了我师父，你来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那宗臣为何出现在我的别院？他为何阻碍宁城去救我母妃？你我不是都想知道这些真相吗？我不需要知道。我师父从来不会伤及无辜之人，倒是你为了自己的真相，全然不顾眼前之人。雅乐夫人说的对，都是因为上一辈人的执念，所以有些事就不要耽搁了。南一，如若今日我让你师父杀了宁晨，我宁毅也一定会为了宁晨杀了你而后快。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是尽头啊？啊！今日我要宁城死。南一，你混蛋！有种你就杀了我呀！宁晨，来呀！宁晨，你现在便将夫人请出来，宁城不劳你动手，即刻自枪。你也要逼本王吗？若顺仪真是有心搭救燕妃，那就告诉我，魏王有何秘密处所？平日又与何人有何秘密交易？秘密？对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妻儿他平日里就是与我话话家常，这些事情他是不会告诉我的。我母妃，你为什么？宁毅，你听我说，这当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把母妃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对！宁毅！天下，殿下。
会回来。雅乐夫人一事，必是有人在背后作祟，还望殿下可以明察。我再问你，你为什么回帝京？殿下，你是知道的，宗夫子对于这位而言也是亲人，他突然亡故，之位也想。我再问你，为何会出现在锁娇崖？我不是殿下。我是庶民宁毅，一个连自己的阿娘都保护不了的庶民。敢问金氏王后，顾南一挟持家母，你可知情了？宁毅，不论你我以何面目示人，在我心里，你始终还是那个小裁缝。不瞒本王，以何面目示人？你在我心里，都是那个笨丫头。今日之事，知为所知，不比当初你得知家母被俘一事所知更多了。可以将你的随从顾南一交给我处置吗？我可以将他交给你，向你说明一切，但你可否答应我，在查明真相前不要伤害他，好吗？如果你想听我的谎话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发现夫人是他手中死死攥着刺我，想必是留给你的。母妃，这是什么？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我宁毅自有办法为我阿娘报仇。让他走，让他走！听主子一劝吧，啊！让他走！
愿永生永世再也不要遇见你，倒不如让你死在朕的手中，倒不如朕亲手杀了你。日落族神女的灵符，一定是雅乐有话要对小主子说。姑姑，那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老奴只知道，这上面刻的是日落族神女的使命。顺义他被杀了，何人所为？不得而知。